乐学堂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今天我带来的是棒棒巨型厨房，这个厨房也太大了吧，都快和我一样高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今天呢，我还邀请了好朋友面包超人来家里做客，我们赶快打个电话给他，看看今天呢我家吃什么吧。啾啾啾啾啾，面包超人，嘟嘟啊，有人接啦！面包超人，你想要吃点什么呢？我要提前给你做好。嗨，晶晶姐姐，我想要吃一个汉堡。哦，可以，这个简单。还想吃鸡蛋炒火腿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我想喝一个汤。好，我给你做好，等你来哟。好了，面包超人要的这些东西可要提前准备，那我们赶快去准备食材吧。 Go！ 首先呢，我们来做面包超人想吃的汉堡。哦，汉堡呢上面有面包，我们要先把它放到微波炉里烤一烤。打开微波炉，把面包呢放进去。哦，关上，然后再去拿一些菜。哦，我们有一个菜篮子，首先呢来把这个西红柿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西红柿呢放进来，还有呢一个彩椒，还有这个生菜。哦，下面呢黄瓜放进来。哦，火腿，还有面包超人喜欢的鸡蛋。哇，呼，酱酱，开水。哦，准备给它们洗干净哦。哦，棒棒，洗好了。我们现在呢开始做第一道菜。打开我们的冰箱门。哇哦，把培根肉拿出来。哇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，酱酱放在这里。哦，要拿烤面包啊，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隔热手套戴上。哦，戴好了，打开门吧。哇，烤的好香的呢。哦，这个面包，哦，哈哈，放在这里。下面呢第一层我们来放牛肉，第二层呢来放培根。嗯，好像汉堡上面要放生菜，在这里这里。哇哇哇哦，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上面的面包盖到这里，放到我们的盘子里吧。哦，再放到微波炉里烤一烤。噔噔噔噔噔，盖上我们的盖子。哦哦，面包超人的电话。嗨，你来了吗？啊，你都到门口了，那我开门接你咯。哦哦哦，晶晶姐姐，我来喽！哇哇哇哇哇！嘟嘟嘟嘟，坐在这里吧，面包超人。哦，什么味道啊？哎呀，哦，坏了坏了坏了！哎呀，面包超人，给你做的汉堡好像糊掉了。没有关系的，晶晶姐姐。嗯，你别骂我就好了，下次来我给你做更好吃的汉堡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哇，好香的汤啊，面包超人你快尝一尝。哇，晶晶姐姐你的手艺太不错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要尝我的汤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